哎，你看那什么鱼啊？哪里？哎呀，啥鱼？鲳鱼是吧？小鲳鱼，小鲳鱼。哎呀，真好啊，真新鲜感觉。怎么回事？缺氧了？缺氧，缺子。还有，哎，哎呀，多少啊？好多啊，好多好多的。哎呀，哎呀，真好啊，颜色真好看啊。嗯，新鲜，因为刚死的，这颜色。刚赶的，刚赶。这还有。为什么要赶？不知道敢不敢吃啊？敢吃，问题不大。哎，这还有，这不少啊，都这么多呢。铜片盒，这个东西一群一群的，一嘎嘎一片。谁知道生病了？生病了？谁知道啊？也感冒了，也有可能天热，它搁浅在这里。水热，水温热的，太热了，晒了，太热了，给晒死了。哎，你看这啥？这个什么鱼啊？我去，大鲅鱼啊！鲅鱼是吧？啊！他们跑这里了，这里怎么会有大鲅鱼呢？那谁知道啊？哇！啊，这牙齿特别好，哎，这牙齿太锋利了。哇，这一球不小啊！不小，我感觉比你还高。这里怎么会有鲅鱼呢？这从海里冲上来的，应该是冲上来的。这个好吃，回家红烧一下，必须好吃。哎呀，这鱼都不错，这简直鱼！看这些鱼，啊，太过瘾了。